其实每次比赛呢，我就已经很紧张了，说实话真的非常紧张，因为不知道你这一期，你不知道你跟哪位选手能够在一起，也不知道他们唱什么歌，只有自己抽出很大部分的时间来去完善自己，你这样才能在舞台上有更好的展现。我矗立在窗前，你越走越远，我的每一次心跳你是否听见，当我徘徊在深夜，你在我心间，你的每一句誓言回荡在耳边。很大很大的压力了，之后那个还有这现场那个飙高音，这个压力就更大了。老师，你刚刚他唱那个《天天想你》，我想说那个最后一句。好。天天想你，天天守住一颗心，把我最好的爱留给你。天天想你，天天守住一颗心，把我最好的爱留给你。升一个调。天天想你，天天守住一颗心，把我最好的爱留给你。天天想。